嗨，大家好。嗨。哎。33。刚刚就在这儿看到了好多 King 哎，在追我这条 Bream。32。GoPro stop recording。先说说钓点，我跟大师们求钓点，一般人家都只给画个圈儿。今天这一个小黄圈圈住了下北岸两个土豪区 Seafolds 和 Mosman。具体的钓点就是俩豪宅中间沿着小径走下去，看到的一个废弃的码头。后边这颜值大 house 太撩人了，甩杆的时候我都得多看几眼。查了一下相似的房子，800万澳币。一上来全是这种小毛毛鱼，放生，祝你余生幸福。豪宅码头没大鱼，买了住了能咋地？祝你也余生幸福。我想这大宅子的 view 应该是这样的，这样的，或者是这样的。这个地方不应该没有鱼，没鱼不值800万。我打点饵料再试试。一、二。三，哎，有了，有，挺大，大 Bream 真够大的。嘿，这个 Bream 大。深不见底啊，值得一买，买了之后私人码头盘腿一坐，几条大鱼立竿见影。掐指一算，我今天又弄了180刀的鱼货，就到这里了。海边老贝，下期再见。